一餐一个勾，所以如果呢你一天呢能够吃三餐都是素，你就勾三个勾。鼓励人人响应素食，居然慈济志工总共发出500张劝素卡给还没油荤转素的志工、民众还有照顾户。维持体力呐，哦，阿妹说啥个？大声呐，你别不理呐。嗯。有什么困难了没有？就是那数量。突然间，咦，这么多天了，我是想接点小小心意，可以吃素的人就多吃一点。我今天煮的全部都是斋的，还是什么什么，就是那。一天你就吃到有三餐了、平时我很少去买肉的，都是在家我都吃斋比较多，很少吃肉。素食是很容易煮的，只是把那个肉食改成素食罢了。劝素有方法，不会煮没关系。居然慈济志工上门教做菜。再搞一个啊，有了，天天都有吃素一餐有了。那今天如果是一天吃一餐，都有20多餐了吗？响应100餐，他也很累积的响应，然后也会自动煮一些素食来邀请我们志工上门去品尝。第一次改变吃素，有人在37天内成功挑战如素100餐。直接啊，如素满了100餐，还有这个奖状来鼓励我们啦哦。之后我都会啊，一直有如素下去了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救地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饮食了哈。如素不生100餐没问题。心存善念不杀生，期待人人超越100餐数。真善美志工苏玉花、林世芳，马来西亚居然报道。